这个纸就是你们平常用的那个纸，我刚才是从这边撕，对，撕下来。然后这边25公分。好的。然后这边25。这里25。对，正方形。正方形就要裁下来之后斜对角，帮我这样裁切的。OK。记得一定25。25一下。对。好。现在开始做吗？没有。你等一下。然后剪下来之后，它就会变两块，有没有？然后你就帮我写一个是 A， 在旁边写一个小 A， 有没有？小 A， 一个小 B， 对，你可以写在旁边。那个是大 A 跟大 B 啊。那个没有，对。然后有三种方式，这种三种方式就是一定要对到板。什么叫对到板？假设我这边有个图案哈，我上次都标有一个国旗出现，有没有？所以就中间画一个那个日本国旗，不要有这一种。对到板就是说我这边画一个图案，假设。对。那我画旁边好，因为我怕有人画跟我一样的。假设这样，然后可能旁边还有这样花花草草。哦。那这就想跟人画一样，就分开自己随便画，都是我。真的没有创意，这是我的心。好可爱哦。老师，你怎么会画？老师，这花好漂亮。没有，随便画就漂亮。假设我这个第一，我就会教你们这三种方法，三方都要能够切板，你就算这张成功了。哦。你看我这时候切到板了，就是它是分两半，有没有？对啊。它说可以接在一起。这叫图。他说第一，他说图案可以接在一起。图案。图案要接在一起。对，这是第一个，然后 A 不要动，这是 A 有没有？这 B。然后第二个是这样移上来，移上来，变成这样，对，再画。好，所以我这边又画了一个图案的，所以这边也要接了。一下，对，这是第二个，然后我再画一个可爱的图案。老师一定要 B 上 A 下这样吗？对，这是最基本。B 上 A 下，写起来不会写。B 上 A 下，哎，那你技术。不了，是在同样的图案再画一次吗？对啊，你也可以画不同图案，看你的编排。那一样也可以。对啊。对啊，这你画这个好漂亮啊！谢谢。你看它图案都接起来了，有没有？对呀。好，这第二，这反正这三种图案都要接起来，然后第三种是什么 ？A 都不要动，然后刚才说是 B 在下面，然后只是把 B。反正 A 都不动，对 A 不要动，因为这是最好记的。A 永远都不要动。对，然后第二个就是把 A 不要动，有没有？再把 B 放在旁边。把 B 放在旁边。这样绕一圈就对了。懂了。所以看这边要接图案，有没有？哦，原来是要这样的。了解了。最好你回去就这个，没问题。我只能稍微画一下。可以拿我的那个银行的。好，你看，说都有接到，有没有？大家信心呢。然后再回来 ，A 不要动，有没有？但这不是画完哦，你看这些图，我那一本在哪里？我那一本。老师的那一本。借我一下。穿越到哪了？穿越功德无量。老师，今天只是画一个图吗？穿越功德无量。哎、欸，我看良心地，他们有些图还好吧？我假设你看这图很，你有看到这个图，这个图很空，有没有？对啊，好空哦。然后，所以他们都画了什么？满。所以你要满的时候都要能够什么接到板子。哦。这样有听懂了吗？满的时候什么意思？接到板子，像你这样依旧没有满啊，这边没有满。没有，这个就接这边。啊，有没有？因为它这样转来转去就会接到，对，都会接到。就是你检查的时候都要转一圈来看。对，所以你画完之后，你都要这样检查，三个都要检查，一个都可以接到图案，有没有？然后最后回来之后，你这张整张图都是满满的，像他们说我满满的，重新再画一次。因为如果你没有满满的话，就会这样子空空的，空掉，就很单调。我就。
你看这个接的多满，它所以你可以做两层。什么叫两层？就是你上面是一个你的主图，有没有？下一个是有个底，有个底图，它有底图跟主图。这样懂，这样懂吗？我懂。是不是其实方法不难？创作就好啦，也不一定要翻拍老师的，因为怕有些人知道。啊，不会，我们就自己画画下去，就自己创作就好。好，然后画很多爱心哦。可以，但是你要有创意耶。可以。不要很呆板的那一种。可以画胡萝卜。然后你以后对，还有一个画的方向不要都一样，因为你的方向不要都是啊，假设爱心，我不要每个方向都是一样，那就很呆板。嗯，老师，我画兔子与胡萝卜。也可以啊，老师你可以反面适合做小孩子的手法，下一种老师说要想说要没有就是这样子，孩子的手法，什么是下一种？这个太难了，不会啊，我觉得老师就说要想好你要做什么啊，我觉得身为小孩子的手帕也很好啊。然后接下来给你们看，接下来给你们，但这一段我不录，因为这个还不能够曝光，对。有用心，我不想排的。老师，我也有用心嘞。有啊。你的源头侧脸来了。啊，超美。我那个好吗？他买什么？这个还好，我排在里面。我排前面买。不是，挺好的。你问我，你为什么排第一个呢？你这样看，我想急啊！这个太好了，眼睛没有做。超好。好啊，你眼睛还要吗？我眼睛要不要？我眼睛不行，听到太多，因为我再单帮你啊。我真的也是。好你几号？需要我跟阅读的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有帅气，随便看个电视。他是对对对，然后我们是飞机两层，他是我的。你不用拍我没关系，我也不喜欢被拍。没有，就剪刀切我一下。这样好妙哦！我先讲，那你到底喝几杯？我有，到底喝几杯？著作权，你不用拍我没关系。我会笑死。29，感觉已经哎呦，不用，我真的，我自己找台阶下，你自认不能有没有带片，真的，没有，接下来要量那个，好热哦，29，我不想，好，这样可以，不要脱外套，有进步了，对啊，你知道我的程度哦，29。其实你看我太搞笑都忘记了，要登记了。老师，我的眼睛我觉得没有很满啊。哦，你是在嘟了吧？没有啦。稍微修一下。没有，已经算不错了。没有没有，我嘴角吃五颗，然后水煎包。这眼睛在修漂亮一点，让它圆一点，眼珠子圆一点。没有，因为我两个有没有？我就把里面的那个料吃掉，然后外面的皮吃。这算不是的，我说我也算 OK， 因为它问题不大，就只是修一些小细节。嗯，好。哎，还有几号？我是2101。啊，小屁孩啊，补充到里面是真女。谢谢。我只是撕啊，把撕下来，把等一下老师。这个怎么来修？会花一些法师。把它撕下来，好不错，已经不错了。这花语音，好，所以一定要有麻将会跟对啊 ，A 跟 B 呀、啊。
没什么太大问题，应该修远一点就好。我有带在哪过来？30。那你们不会带？谢谢。服务都是买酒，不要。你画的不错。那记得有。怎么没画眉毛？我去改。记得买酒，然后我也画好了。老师，我都不知道有没有打海淘的分数。我还一个源头而已啊，怎么办？我就觉得，而且我觉得你这支画册也画得很成功，好好圆哦，然后下巴也很不错。好了，大家都算了，这样我好有成就感。原来会有帮助到你。侧眼都画得不错。没有，因为有的时候谢老师不是教导，因为有的时候真的老师是教导有帮助。今天几届哈？31号，徐景文。景文。有看到。景文的20场，老师我都不知道有没有打过分。哦，你画眼睛。然后就很好，你画了，又画了一半。我懂。差不多。我懂，为什么？这为什么？就卡通都有啊，我们那个年代，我儿子，我儿子那个年代的卡通他们也有说一下。不能你借。你几号？这样都可以。好，33。好。一小时，我把它写一下。老师，你懂不懂这四只？我女儿一定懂的。老师，你看这四只，你懂吗？我懂啊。你懂哦，你看。有小朋友的才懂，对，要有小朋友，而且他很红，他真的很多人喜欢。那我问你，你懂战斗陀螺吗？我懂啊，因为我儿子很爱战斗位啊。那我们家买陀螺啊，我们家买几百个陀螺了，还有陀螺。你懂月光仙子吗？懂。好，那你先。对，他们战斗陀螺一定要做一个动作才要战斗。老师点名吧，老师老师美女，你不是女的。他有时候跟他的表哥玩，你知道吗？就玩战斗。啊，我们感觉可以好起来，开心吧。老师，我们今天的测点一定要先完成加厚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要完成啊。错啊。就再小一点点就好。已经算不错，这个怎么画？这眉毛可以挑。你画的好看，来一个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我太幸运了，太喜欢你了。太幸运了。我画的好拍照，有嘉奖。幸运。加分。对。跟小孩可以借我抱一下吗？啊，小孩可以借我玩一点。他现在很有主见了。借我带一天就好。我们现在是要画什么？布料设计。我这眉毛画得太细了。对，而且你眼睛太过来，你要眼睛整个这样往这边移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它眼球在这里。哦。所以你这边很开，有没有？所以你要把眼睛画过来。那不是太挤了？没有没有，这侧脸就是这样子。哦，有没有看这样就很正常？嗯。来看这样太开了。嗯。所以这个眼睛擦掉。对，擦掉，然后再改一些。对，我就觉得这个头歪歪的，好像画的不对。好，这眼睛啊，好，那几号？谢谢。116。这里。好，苏苏真对。好，我只是改一下眼睛。这眼睛要小一点点，因为它在侧。然后画自己找的鞋子，加分比较。其实我有问过你们要的贴纸，可是我不知道贴纸好拿的，我觉得我还是自己这样做，把它拆下来就这样做。对，取个水管给下来一点。对，水管其实看似简单，其实好像。
很像哦。那你要画什么？哇，还有什么？更难的吧？你画了，你画了他谁？我大家要是他肯定是太久了，你几号？No， 我绝对 no 的。我跟他要。是。很美了。你说话很好，你那个画出来。我打算不要讲，他就是自己创作，老师可以自己创作，对不对？好，还是老师画画。眉毛太高了，对。是的，是的。对不起，陈总，我送他啥回来？是我看，这个我看见了，真的。你帮我稍微微调就好。微调。你几号？哎。你白。不能跟当礼。我猜好了，但是我会忘记我猜的，是这样。对，第一个是这样。先这样，先正方形。对，先正方。那第二个来，第二个。看看我装后面的牌，还是都不要跟他，我这样这样这样，对，这样就对对对，然后就去发挥你发挥你的时候，对对对，就是这样子，对，就等于说你这是面对你，这样是面对你自己，这是正面的，多少个箭头是空啊？对对，空哦。别人笑我看不穿，我笑他们看笑。哇，这什么啊？真傲娇。你都看破我哦！我给我两倍，我自己自掏。哈卡扣扣 ，A 哦，是 A 在左 ，B 在右，对不对？A 右 B 左。不是 A 右 B 左。是要 A 右 B 左吗？对啦。帮你发明一个让我学的呀。他有意思，我想要那个。老师，你那个图可以吗？有啊，等一下你会黑上一下啦。会见的吗？会有吗？那个书本，不知道被谁，书本在哪边？不知道，我们没有拿书本。哎，我在这里。我们拍一下，上 Google 去找。拍喇叭花好吗？这个比较好画，对，我想过的。哎，你有真实？老师建议一下哪个比较好画？没有，你就画画自己想画的，但是不要太简单。这个吧，这个不一定可以画，这个不一定很难，这个不错，就这个嘛。但是要记得要接板。这个要接板。对，我就是裁成三角的，然后接板。对对对，要接板，因为它有些是拍形。这最简单的吧？这个你不要，我看一下。老师，这个可以画吗？可以啊，但你要记得要接板啊。因为它有些它是拍局部，所以你看不出来有些。我好白痴哦，我不知道。画的不错。哪有？舌头要接触。对啊，它第一页开始会比较紧。我看到的，那我就不吃了。我就不吃了。我就不吃了。你看那个是，我根本都不敢画。这个就我让你书体那么大，天哪，对吧？老师可以画这种书体。不要啦。哪一种比较好画？建议一下。应该说不是，应该说哪种你最喜欢？不要挑好画。挑好画那个学不到东西。要挑战自己。对啊。不是啦，老师是老师。哎，我觉得这个还不错，这个。这个可以接受。那我来拍这个。接板很重要。对，接板这样子接下来。真的。然后你要确定都可以接。好，没问题。你画画这一卷，老师可以先去侧脸照看一下吗？不好意思，你这好老师，我真的觉得很可爱。这是什么画？哎，老师，这本是你的吗？对啊，那本是我的。侧脸照，直接看老师怎么样，这样比较快啊。刚刚一直以为我，那就画这个。不是，一定要照。
下次看好不好？我觉得特别。你看你的油，你可以拿你的标，不是说你不高，我在看，还有别的比较清楚。是啊。我也喜欢看，看它有什么。那这个就可以一半，然后这车子就颠倒这样。是啊，但是你要记得要画这么尖的，因为有些故意不太接嘛。这个是。好可爱哦！要画的。看扣扣姐不画，你好像觉得很厉害一样，画不要。快五点，有这个啊，没有啊？你这个怎么办啊？能画出来，最好的。我们再画一样，要画。自己找啊！我也是上网找啊。后来我找到这个之后，是我最爱的。我要把它给它巩固，把它截图下来。因为我就是把这样子，我看有没有掉这条线出去啊？那我就要印出来了。欸、我先讲一下这个印花布画好之后，你要让我检查你的构图对不对？好。然后接下来我们要练习上色，有没有？所以你的上色至少要上色也要把颜色先标示出来，然后再标，对吧？好。构图要清楚。没问题。已经找到它了。我老公也这样我的你再调一下，给你摸。你看是歪的，所以你想办法把眼睛弄到一样高。哎，你们真的很重要。我以为是没问题的，就是里面。第几集哈？是42。啊，是。我的小仙女好可爱。有跟我借剪刀的要记得还我。这是爱心啊。是借剪刀的要。哎，我的耳朵变成小耳朵了。我这里有点累。不会不会，我预感。等借我看一下。差不多了，鼻子太高了。是鼻子高。Over 吧。老师，你可以帮我把这条线画叉叉吗？拜托。所以你等下再调整。这样可以。
好，老师谢谢。我跑到哪去了？这个，一一二零，这个燕燕零，杨燕零。哎，对对。用下面的两堂课都画这个好不好？这是我们的圣诞节愿望，一直画到圣诞节，好吗？这样可以啊，可以啊，画下一张，一几号？23。不多，你的朋友都不会换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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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好朋友，二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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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师，完你谢谢。你有没有拒绝？因为我现在在这个社会里面，我说了，我这么好玩的，我还去搞那个什么，我以为他，我以为他要帮我喝一下。哎，老师，我的眼睛怎么又变这么大了啊？这样是对吗？我怎么眼睛又变大了？这样是对的吗？对啊，这样对啊。我的眼珠子会不会太大了？会啊。他就是眼睛本来就比较大一点。哦，他一大一小就对了。好，老师谢谢。没有办法，年纪大没办法。老师谢谢。但是我是浓度不够高啊。我躺地上睡了，我六杯以上。躺地上睡可以要九杯，好不好？我还没有来，不是你当我朋友是喜欢用要够杯的那一种，就他喝一杯我也要喝一杯，然后他不只喝躺地上，他还喝其他的杯的。我一百七，傻眼了。老师干嘛这样啊？啊，老师，我们生活苦闷。没有，我在伸懒腰而已。老师，你讲安那？你讲要画什么？老师，你说要画什么？画这个啊，布料啊。因为我那个已经完成了，现在要画。那你就画这个。这是多少 size？ 25。好酷哦，真的是。对，然后接对切一半。我这个放到尾巴了，可以了。然后要接板，这边要接。很像在贴壁纸一样的，对不对？然后没有，它的固化是这要接。不管怎么样接都会接得到。对，然后这边也要接，这三种方式要接的。好，然后再回来。A 不要动，这第一种。第二种。就像我一样这样的，你们看到就是像我这样的。他五炮，然后我到时候再上色，对，然后这样水彩，对。那我用绣球花，我已经可以啊，但是要图片要满的，不是像我这样那么简单的。因为我在试嘛，所以你有没有拍参考图片？那你就自己选一个，选一个参考嘛。还好啊，25，然后我就照他这样画，类似就可以模仿。就是没有，我双边十几，他才会是不一样的。没有，我能告诉你方法、啊，所以这样就是靠你自己。那我拿手机。对对。好啦，那我养三只鸡。因为我有高估它，因为它喝起来不会比摩尔难喝太多，了解吗？终于讲出来了，终于讲出来了，怎么了？
要吃秘密的。不要，我想用无线。不要，我要传，我要传。要问一下那个如风有没有来？如风。三生有没有来？三生没来过呢。差不多了。都没看过，但几堂课没来就会单身了。对啊。应该救不回只能保守的讲。哎，我也是啊。我跟你说嘞。我的橘子没吃啊，你吃个屁橘子！你搞什么？那个群主啊，穿一个图片，广告人写着。然后直接把他们挖掉。我靠，你不觉得很好吗？你快点的，快一点。我喜欢真的。你问题是你用硬币，你要回答。不是怕讲空啊，怕你气到空啊。对呀。但是要满版。对呀。版面都是。把他的毛脸给画出来。我画什么的？看我毛脸，你笑不笑？没有 idea。有人要开吗？想一点，这没毛病。第一次，百度都知道。二十公分哦。还是我这眼睛要大一点，很不好笑，很不好笑，很不好笑，你在欺负我？其他的我对不起，就是刚才这个要下来，这样就好。你几几号？我过完。侧面之后，我才发现我正面怎么画那么丑，于是我再改一下。哦，会这样对不对？对，会有时候会这样。那你先画新的，你都可以。我要画新的。我是觉得档位那么高啦。它就是十几趴嘛，气泡酒就是十几趴嘛，熊粉也是十几趴。对，对的，好吗？而且我说你那个像熊粉很台独女，因为它味道不会比你们会差很多啊，你懂吗？对 啊，我就是随便乱说。你叫喵喵屋吗？米奇喵喵屋。喵喵屋是什么？我的现在是长大了。大喵喵屋。喵喵屋可爱吗？你这么适合我们呢、啊？哎呦，我怎么觉得画图这么难？哎，胡萝卜好了，画图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，我想米奇喵喵。对呀、啊。那个下礼拜就要打期中考成绩，就是你这一个吗？对，就构图就要够完，够不够？期中考成绩是，我来问一下老师。老师，期中考就是你从开学画到现在的图吧？老师，我可以画这个胡萝卜图吗？啊，干嘛？真的、哦？画很多个胡萝卜图当拼图啊？可以啊。好啊，好啊。但是要买满一点的，满一点吧，大大小小的。好。或这只鸭子呢？老师，这只鸭子如何？那个不要。嗯，不要，好吧。老师跟我画胡萝卜图了。是因为什么脸都是红的？我过敏。哦。为什么要睁眼说瞎话呢？我对水饺过敏。我刚刚又吃了。他对酒精过敏。我就是一个犯贱的人。你觉得？他连自暴自弃。你做一个胡萝卜，一只兔子就好啦。胡萝卜的兔子干嘛？胡萝卜拿。没有，我刚刚。好啊，好啊。是。